在赌博赌到变街友，这应该很稀松平常吧？赌到后来就是街友，不然还有什么路？我记得吼，较早吼有一个港头老大吼，伊真有钱，你知无？所以吼，伊在咩阳明山遐吼，青山路，阳明山的青山路遐吼，有一间别庄，地下室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拢四层嘛吼。伊在咩用一个胶筋，但是吼，它很特殊。伊这个胶筋吼，伊所有的胶卡来就对啦吼，伊绝对拢是找酒店的查某，舞厅的查某，吼，恁带人来播。啊！你因啊，内底输10万，我互你抽1万；输100万，我来互你10万。哦，迄比上班较好赚嘞。所以吼、哦，迄一寡吼、哦，母亲啦，一寡酒店的啦，当然嘛，带安客讲啊，酒啉咧，咪啊，刷了带去啊。但是伊有一个较比较特殊的讲吼、哦，他们都给他约在以前吼、哦，明传有无？明传专科学校，即嘛是明传大学嘛。嗯。嘿，路遐中山北路路遐，你啊后集中好了，几点集中好了？一车。嘿，啊，目睭吼，目睭用乌布甲你绑咧。哦。规车载去啊。哈。规车载去是载到车库时阵，互恁眼罩摕落来。嗯。你啥内底设备偌好，你知无？伊内底吼，每一种胶，你要跋啥物胶拢有。你要跋啥物胶拢有。啊，伊一间房间吼，就是一种胶，一间房间就一种胶。阁有两三间房间吼，是要让人客跋，忝的时阵通休困的。吼，你内底要食啥物薰？要你只要讲会出来，杨酒就对啦，伊拢有就对啦，伊拢用高级的就对了。迄阵吼，有一个常常走夜巴黎舞厅吼，一个药品代理商的董事长，伊怎去的时阵吼，去博头一边的时阵，伊讲哦，安尼哦，这个这高级的交警你知道？啊，而且博哦，大量真赏些，也袂讲孤孤摸摸呢。哦，又开始啊，啊，迄、那个夜巴黎迄个舞厅啊，伊个鼓吹，伊个鼓吹呐，伊只要去夜巴黎跳舞就对了。就拖去，有去跳舞就拖去。真有钱嘛？你话药品代理商会当处长呢？较早药啊，迄是外好外好谈呢。博哦，博到吼，迄伊间公司吼，博到倒，公司倒，资金无得运转了嘛。无得运转，伊怎想头壳吼？佮家己某骗，讲伊资金有缺口，咱是毋是即间厝吼，摕来贷款？吼、哦，啊！伊某相信伊，伊某唔知影讲伊外口是缴小嘛，吼、哦！我赶快伊某嘛，吼！迄贷款的时阵吼，拢输啊了，对啦，输到吼一百六六去啊啦！伊全异想天开呢，伊有一个朋友专门咧做印刷嘞，做迄个玩具超迄种印刷公司，你知哦？伊全迄个朋友讲吼，我、哦、你印一批给我，印一批给我吼，啊，差不多印400-500万啊安尼，啊，钱我给你嘛，迄几万块我给你嘛，啊，你要甲印400-500万。诶、欸，正经吼、哦，印好、哦，你就知影玩具超看敢那真的，你知道？干嘞吼，搁去博，搁去博时博输，我那搁博输啊，十赌九输啦！你要赢吼、哦，无可能的代志，交警你无可能啦。嗯，你交钱的时阵吼、哦，人个会计吼、哦，你算钱的时阵，较早无电钞机嘛，拢来安尼算啊，一百个会计小姐拢在算，那算到伊的钱吼、哦，那感觉触感不一样，对。较粗，你知无、嗯？啊，较早也无这么防卫性。粗问讲，你这假哦？哎呦，我才惊着。伊呐吼，较镇定的反射吼，讲无啊，我这新钞啊，新钞当然嘛会较粗淡薄啊，对无？伊全惊着。少爷甲讲吼，啊，你来缴定，啊，你甲用假钞见面吼，甲头家报告，甲迄个老大来讲，迄个老大叫两个狗囡仔，甲带去车库有无吼？迄两支手摕来吼。骨折，我知影讲这个头家啦，到尾啊，厝无去啊嘛，某也离婚啊嘛，啊，双手搁残废嘛，讲当无钱通医啊嘛，了吼，有一天吼，阮一个朋友咧万家龙山寺啊吼，万家龙山寺啊，看伊咧龙山寺外口吼，倒咧遐乞讨，